这个地方呢，指甲往前延伸，然后因为自备的时候就破了，所以不知道去哪里。好，但呢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在指甲的上方有假上皮，下方就会有假下皮，这个地方就叫假下皮。好，那我刚才提了，就是指甲的是手指的那一面呢，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皮肤的结构。你有空无聊的话呢，自己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皮肤那是厚的嘛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角质层非常厚。好，那这个真的是纵切的指甲，我们来看一下横切的指甲。好，那横切的指甲呢？正上方这一片呢，黄黄、红红、桃红色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就是 nail clip。那我们刚刚也有提了，这个地方是凹下来，就是你手指两边凹下去的地方叫做 nail groove， 两边又蓬起来的叫做 lateral nail fold。那我们放大。放大来看的时候呢，现在指针尖端以上，尖端以上就是属于 nail plate。指针尖端以下呢，我们刚好提呢，这个往下延伸的叫做 epidermal ridge 嘛，它的 epidermal ridge 呢会延伸的比较长一点，但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叫做 nail bed， 指甲下方的床 nail bed。那再往下呢，这个地方就是骨头，就不要管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就是请大家认得这几个地方的名称。那这边下方往下延伸呢，这个地方就是，因为刚好提，这好像是猴子的嘛，对不对？猴子的手指那一面要去触碰东西的这一面是在这里，那是以厚皮肤的结构。好，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，就到这里。有什么要再讲的吗？很准吧？有什么要再讲没讲清楚的吗？没有，有问题再说好了，就到这里。耶耶，兄弟，这个才是粉红的，刚对。这个跟这个为什么感觉很像？这个跟这个这没有，它这个中，你是不是说 Masonoscope 手是不是？跟 Fashion 是这样，这一整个结构是长椭圆形的，我们叫它 Masonoscope 手。但是这个长椭圆形的上面会其实会绕一些细胞在上面，我们叫做 Flattened 的双生。嗯，谢谢老师。不会。他不会找校长报告还惹来这吗？是吧？他还在开防疫会议。对，还要找校长。对啊。我先做他们简报就报了。你现在校长特助嘞？对啊。校长特助。特助的那身材很好，不要那种。你赶快练一下，不然怎么当特助啊？我快卸任了，等十字型上完你就可以撤了。是这样吗？十字型要上吗？十字型先主任嘞。高教生跟主任，是啊，高教生跟主任，这么猛啊！就是乱，就乱搞，所以。啊，你先拿，我先拿。